是成功人，我是成功人。我是中国的，中国台湾的，台湾阿里山的。甜甜姐帮我讨论一下，因为昨天医生是成都人，是不用再去讨论这些问题。我还是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我是外星人。我是成都人，真的吗？我爷爷是成都，四川话会不会说？不会，甜甜姐帮我挑问一下，因为昨天医生是成都人，真是被很多网友去整了。那你自己也曾说过，就是台湾中国台湾阿里山。我是中国的，中国台湾的，台湾阿里山的阿里山周族。那你想帮他鼓励一下，或是说帮他说说话这样？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太 too much， 就是太过了，是不用再去讨论这些问题。我还是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再去特别的那么的强调这些事情，不用去特别，没有必要的。这个世界够乱了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快乐点活着，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。我是外星人，我不是人，可以了吗？